大家展示这羽熊跟它是杨霍曼斯新进的一羽超级赛种鸽，名叫小哈利。He's a very, very special bird. 对于杨霍曼斯，这是一羽非常非常特别的雄鸽。With a very special result. 他自身赢得了非凡的成绩，赢得了全国赛的冠军。拉索特年6000多羽的全国冠军，1166米分的分数啊，低分恶劣天气飞下来的。而且他赢得了盖雷全国赛的第五名。He's a son of the Blue Brave, a very good breeder. 而且他的爸爸呢是杨霍曼斯引进的一羽超级种公啊，灰勇敢。And one of the best breeder hens from Alexia. 他的妈妈呢是一羽非常特别的雌鸽，是灰先生配美好人生的儿子，配上了他的招牌种雌阿丽西亚，直接做出来他的妈妈。And a few weeks ago, his nest sister. Give the second national by the youngsters. 同窝妹妹在比利时做出子弹，赢得了幼鸽波至全国赛的亚军。另一羽妹妹在比利时做出来的子弹，赢得了8000多羽数字赛的冠军。But he's going to be an exceptional breeder too. 杨霍曼斯很确定，他在不久在种鸽舍里面一定是一羽非常卓越的种公。That's why we give him the name Kleine Harry. 这就是为什么杨霍曼斯给他起名叫小哈利的原因。He's very beautiful in handling. 这羽熊鸽在手上上手非常好。说心里话，它的手感非常类似于灰先生美好人生文斯达这样的家系。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展示一下这羽小哈利的细节。NIler 2021-130-1144。小哈利啊，上手的手感近乎完美，中等体型的一羽熊鸽。小哈利是一羽非常安静的熊鸽。眼球抖动力度大，沙体非常通透，瞳孔收缩明显，非常迷人的桃沙眼。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翅膀，膀臂厚实有力，柔韧性很好啊。它也是一个圆月弯刀追风翅啊，主轴非常的厚实有力啊，这个主轴的这一边呢很宽，而且有一定的弧形，就像刀叉一样。很漂亮的翅膀，我们看一下另一边翅膀，腹羽盖背良好，主腹连接很紧密，破缝良好。拱形腰身，腰部非常饱满有力，一字尾下压，尾羽较短，中等体型的雄鸽，毛片太好了，这只鸽子的羽毛简直是完美啊，真的叫很薄薄贴身，缎子一样，这个毛质真的是无可挑剔，腔体中等，稍稍偏高，肌肉量中大 ，Q 弹，龙骨粗壮。龙骨长度适中，龙骨和齿骨衔接非常紧密，齿骨粗壮有力紧闭，平衡感极佳。这羽熊鸽的赛鸽生涯是非常传奇的，因为它在逆风在另一个区域的时候，这个区域没有任何鸽子归巢的时候，它赢得了冠军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And his father and mother were very, very good breeders. That's why I believe that he is going to be the next.Top breeder on my loft. 而且他的爸爸妈妈育种非常的非凡，他的兄弟姐妹已经展露出非凡的育种能力，所以杨霍曼斯坚定小哈利在他的种鸽舍里面一定会展示出天才般的育种能力。Trust me, in the future, the Kleine Harry breeding will be unlimited. Very good. 杨霍曼斯说：“相信我，小哈利在未来的育种区域里面一定是不可估量的。”我们来欣赏一下它的血统表。